你在洗头啊？嗯，让我帮你吗？不用，等我洗完了开始工作。哦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吧，等你洗完。嗯。我刘德凯。Later， 还没洗完啊？废话，你刚才干嘛？我能洗吗？这么弄这么乱，我怎么洗啊？怎么还没洗完？洗了半天，快冲啊！不是，快冲啊！刘德凯，嗯，真很浪费。抖音。